东汉末年朝政腐败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。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，便与他的弟弟张良、张宝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、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，举行起义，一起向官兵进攻。东汉末年朝政腐败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。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，便与他的弟弟张良、张宝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、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，举行起义，一起向官兵进攻。